立神发布新文章，拥有一个安全的 CEX 证明偿付能力及其他探讨交易平台进行去中心化资产证明的尝试历史、技术局限性，以及如何使用 ZK Snark 和其他先进技术来极大的简化和改进目前 Merkle Tree 资产证明协议中的隐私问题和稳健性。 此外 ，V神 还探讨了如何使用 Plasma 和 Validium 等技术完全防止交易平台窃取用户的资金。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加密受限 CEX， 其中用户资金保存在类似于 Validium 的智能合约里。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半托管交易平台，我们将发币而非加密币托付给他们。对此 ，CZ 表示自己不太明白 V神 文章里的方程式，但平台开源是必要的，我们将实施 V神 的新想法，后续会让团队跟进这个方案，并尽快给行业做开源。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让用户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心化平台的内部运作情况，这样大家才能放心托付。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关注留言我们。